大家好，我是天龙。现在我们在汕头的一座叫东园古寺的寺庙脚下，一个在半山腰的停车场。今天久违的放晴了，一大早停车场就来了很多车辆。这座山上除了寺庙之外，还有漫山遍野的坟墓，好像是个墓园。马上就到清明节了，今天有许多当地人带着一袋一袋的这种红色袋子前来祭祖。说来惭愧，我已经很多个清明节没有回去扫过墓了。以前还在上大学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有空，但由于我们那边的习俗原因，大学那几年都没能去成。后来出来工作了，自然就没有时间再回来了。直到我今年出发冒险前，才去了一次爷爷奶奶的墓前，也算是弥补了一点遗憾吧。毕竟等我结束旅途回来的时候，不知道是几年后的事情了。进入潮汕后，就一定避不开一个字，果。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与果有关的美食，例如果条、果汁等等。有潮汕的朋友能告诉我，果到底是怎样一种食材吗？在坐公交的路上，我看到了路边停满了长长一排的车轮，路上随处可见去扫墓的一家人。汕头很大，一共有六个区，每个区之间比较分散。我住持的地方叫做潮阳区，但今天我要去探索的是汕头的金平和龙湖两个区。坐轮渡上岸之后就是人民广场，紧挨着人民广场的是人民体育场。在潮汕经常能看到阿姨挑着水果穿梭在大街小巷的身影。在汕头，不管再深的小巷里，好像都能看到小吃店。在潮汕，每走几步可能就会看到一座寺庙，这里的人们对神佛有着很深的信仰。下午我准备前往汕头老城著名的打卡点小公园。在这里一不小心就可能成为别人的背景。
I'll be your morning bright goodnight shadow machine. I'll be your record player baby if you know what I mean. I'll be your real tough cookie with the whiskey breath. I'll be your killer in a thriller in the cause of our death. In the blossom of the months I was sure that I'd get driven off with thought. So I swallowed all of it as I realized there was no one who could kiss away my shit.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晚上要提早回来的原因了。我租车的这条上山的路有大量的那种坟墓，这时候这条路都没人在走，不知道我的镜头有没有记录下不该记录的东西。